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收看 Roadshow 全新节目《一路好戏》，我是你们的节目主持高准。啊，话时话啦，何解呢度咁鬼寒嘅咧？嘿，贱，寒，又寒又贱，唔通系寒战？寒战二？上一集的寒戰不用問都知道他勁啦，直頭橫掃金像獎各大獎項啊！而今集的故事是承接上集，由郭富城所飾演的劉傑輝榮升處長之後，老婆仔女慘被綁架支票啊，所以啊，佢就決定請求由梁家輝所飾演的前副警務處長李林斌復出協助破案，誓要將兇手繩之於法。但係隨住案件調查越嚟越深入，他們發現警隊背後竟然隱藏重大的陰謀，到底這一股勢力的目的是什麼呢？這部電影陣容鼎盛，大家記住支持港產片啊。如果要在電影這兩個字上面加個年份，我想會是123年。被譽為歷史上第一部電影的，就是由盧米埃兄弟在123年前拍攝的《工廠下班》。內容很簡單，就是影住一班工人收工，而且還要是定機拍攝。不過這件事呢，在當時來說已經是相當之劃時代的，完全將全人類帶入一個電影世界裡面。如果有興趣的你，不妨上網 search 一下，或者下一個里程碑是由你建立的。講到電影拍攝，大家第一時間會想起咩？導演、演員，定係菲林呢？下一集我哋會繼續穿梭時空，睇下電影菲林嘅發展史，當然唔少得同你介紹新戲啦。下星期見，拜拜。